正能量，楼下集合，集合，全体集合，训练营全体学员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快起来了，学员，分钟后到楼下集合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从昨天开始，大家已经正式进入烈火神盾训练营了。训练营的成绩不是结业后统一结算，而是和你们每个人每天的表现直接挂钩。每一天会有若干项训练指标折合成积分。每天的训练任务，只要有一项没有达标，那么当天接下来的训练就会被取消资格。每天的积分按每个人实际完成的情况来结算。到训练营结束，核算总积分加上结业考核，就是该学员的最后成绩。最后的成绩直接关乎能否加入烈火神盾，成为真正的保镖。那不就是大学里的学分吗？所谓积分，就是希望你们每一分都要靠激情去博取，只有这样每一分的收获才能让人激动，让人热血沸腾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Make each day count， 就是这个意思吧？没错，就是让每天过得有意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训练营期间，我将给你们每人一个代号，这个代号将成为你们未来几十天中唯一的名字。玛丽，到。魔鱼，关小迪，到。火狼女，崔天琪，到。粉红豹，张燕，到。刺风，巨亮，到。巨熊，梁大威，到。白沙，男神教官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保镖行业基础知识的摸底检测。我们才来两天，考什么试啊？知道多少写多少，大家尽情的发挥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教室见。早饭都还没吃呢，脑子都不清楚，我也真是醉了。想要做一名合格的保镖，就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。记住，在任何时候清醒的头脑都很重要。总统保镖所在机构是哪 ？FBI 还是 CIA？ 你给我一块巧克力，我再告诉你。谁？美国财政部特工处，这么土的名字，你骗我！爱信不信，反正我也没得选。要不然出行要准备些什么？你干脆让他给你写得了。